我是可可，今天呢要来跟大家推荐一款我最近非常爱用的睫毛夹，就是它了，电动加热芯。化妆的重点呢，就是一定要睫毛卷翘，眼睛才会看起来有神，整个人精神也会好很多。但问题就是呢，像这种传统的睫毛夹一会儿就塌了。我还去店里烫过睫毛，确实效果还算不错，因为可以至少维持1到2个月。但它有个致命的缺点，3-4周的时候，有的它是坚挺的，有的它就塌下来了，所以整个睫毛就是参差不齐。最近呢，我就发现了这一款似乎是解决了所有的问题。最大的优点呢，就是它夹完之后持续力真的很强，基本上一整天呢都不会塌陷，毕竟它就像是卷发棒一样把你的这个眼睫毛烫卷了嘛。它加热很快，等到粉色的硅胶变成白色大概30秒，一点一点的松着夹，接下来涂睫毛膏，我是比较喜欢刷成根根分明的那种。果然这个睫毛卷不卷翘啊，整个人精神都不一样了。还有一个就是它是用电池的，非常便携，就算是用完了你在外面便利店随便买2颗电池又可以用了。那说到它的缺点呢，就是这个温度比想象当中呢要高，所以你在夹的时候一定注意不要夹到眼皮了，不然还是有点烫的，所以在用这个的时候呢需要多多练习那个力度。